跳荧幕通知的韩国欧巴，让你爱不完。差别是很多的，七五分左右。朱有天这个眼神真的演得非常漂亮。李敏镐，他完全不一样，在泥巴里面打架。令人伤心的是，他上礼拜结婚了，金秀贤都没惊喜，他强吻了。你看。有上映，只是没有人知道。在本周六下午5点，三立都会台爆米花电影院。